你是哪里来的夷人？我是大圣部下的群猴，都是一般模样。你这嘴脸生得各样，相貌有些雷堆，哼，真是别处来的妖魔。 西行之后，我许久没来过此处了。不想，还是这模样。当年他在这座上，还压着我给他磕头呢。原来藏在这里了，果然。 连观音都说那猴子一毛不拔，这东西必然也是留给猴子猴孙的。老侄，还是你来试试吧。 拿了这东西，便不再有退路。你这模样，倒是与师兄一般无二了。贤侄如今披挂齐整，兵器凶横，速速上山，让我看看那老猴子弄个什么把戏。